星期日嘅反水货客示威，游客、港人甚至老弱都俾示威者闹到狗血淋头，示威伤及无辜，有内地网民就反击喺微博留言，组织一队14人嘅吵架队，计划杀入香港，月薪3000蚊，包伙食，有埋 training， 教你口才、音量，闹喊一个香港人，仲有300蚊奖金添，更加提供埋 QQ， 不过个贴纸就好快唔见咗了。而在香港有部分人都睇唔过眼，号召喺下星期日，即係15号中午12点喺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反热血反港独大游行，一起行去政府总部。群组管理员话已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，呼吁网民放心出嚟撑，更加有网民话一定到，睇嚟单嘢有排搞啦。 ONTV 的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